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7月12日的英文新闻。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谁呢？就是他，这是演蜘蛛人的演员，非常有名的 Tom Holland，这是荷兰德，小荷兰德。Tom Holland，the British actor best known for playing Spider-Man，has opened up about his battles with sobriety. Speaking to the On Purpose with Shetty podcast, the actor, 27, said that quitting alcohol was the best thing I've ever done after he'd been scared by realizing the extent of his dependence. 好，那这边主持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汤姆霍兰德，好，中文是这么翻的。这个逗号逗号，我们常常放在名词后面，就是同位格。好，汤姆·荷兰德就是谁呢？就是这个英国的演员。好，那什么样的演员呢？这边的话是一个过去分词片语去修饰这个演员。好，best known 最被本来是 who is best known，那 who 省略掉，is 省略掉。所以呢，变成用后面这边的分词片语修饰这个演员。好，最被广为所知的是什么呢？是他扮演 play 这边话，就是扮演什么角色？扮演蜘蛛人的角色。好，那这个是你的主持，汤姆哈兰德，哈兰德。好，has opened up，什么叫 open up？打开。好，在英文这个 open up 的话，就是讲讲出来，好，就敞开心胸，告诉别人你内心的事情。好，有关于什么呢？about 后面这边名词，好，就是 his battles，好，他的战争作战，跟谁打战呢？With sobriety。好，sobriety 这个字呢，就是清醒啊，跟清醒作战，这到底是什么？好，在国外，台湾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在西方的话，很多人都有酒精的问题，就是喝太多酒了，所以你要不喝酒的时候，你就要保持清醒，sober。好，就是常会听到，哦，I have been sober for 10 years，我已经10年都没有喝过一口酒了，好，就啊，这是他那个 sober 的名词叫 sobriety，啊，名词 sobriety，所以呢，就是他跟酒精作战这样子，跟清醒就是不要喝醉这样子，不要去喝酒。好，speaking to the on purpose，好，with Jay Shetty podcast，啊，podcast 就播客，这个大概应该知道，好，我就不太解释了。那这个有没有？你看到这边是大写的，对不对？On purpose with Jay Shetty，好，在英文哈，这个名字的话，有没有每一第一个字大写？好，再来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大写。可是像介系词这种就小写。好，这是有关于写标题的规定，跟大家提一下。好，那这边是一个现在分词片语修饰，这个主持 actor，哦，这个演员呢，他在跟这个人，好，这个是一个他的播客，好。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上他的节目，好，接受他的访谈的时候，好，这个演员，好，备注说明一下，他是27岁，who is 27，好，然后 said 说了什么事情呢？名词子句在这边，名词子句的主词是 quitting alcohol，好，请记得名主词一定要是名词，所以绝对不会是 quit，这边你要用 quitting，好，动名词来当主词，戒酒 quitting alcohol。Was the best thing，我是最棒的事情，怎么样？I've ever done，我这辈子做过最棒的事就是戒酒了。好，after he had been scared，好，在什么之后呢？就是 he had been scared，这个 he 的是 had 的意思。好，在他讲那过去的过去在过去用过去完成。好，他吓死了，had been scared。好，为什么会被吓到呢？By realizing，好，理解到、发现到 the extent of his dependence，他到底有多依赖酒精？哦，这边他有讲到，就是他2022的时候好像喝很多酒，哎，very very boozy Christmas，boozy 的话就是喝很多的酒这样子，然后就发现他自己啊，就是很需要，就一直想要戒酒，但又一直需要喝酒这样子。这个，假如你要戒事情的话，你就知道，比方说你要戒那个 social media，不要上社交媒体，但是你就越来越想去上。然后他这边就讲到，就是他到27岁的时候，他是27吧？好，6月1号的时候，他已经6个月没喝酒，所以他就是下定决心戒酒了。然后呢，他自己后来下面的地方有讲到，I'm happy to say it, I was definitely addicted to alcohol. I'm not shying away from that at all. 好，我很高兴，我很乐意的可以这么说跟大家讲。好，我当时因为这边是过去，好，所以现在简单是跟过去简单是，有时候你看这个过去表示现在没有了，我当时呢就是
对酒精上瘾，be addicted to 对什么上瘾？好，definitely 是毫无疑问的，非常确定的。好，I'm not shying away from that at all。我一点也不会回避这个事，就是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不好说的、不敢讲的这样。shying away 就是说，哎，避免不要谈。可是这边的话，就是他觉得我就可以讲出来这样子，因为他已经成功了。那不过这个东西对艺人来讲，他们其实都不太爱讲这个，对，就是有点负面的形象嘛，对不对？好，台湾人，我觉得周遭又没有的话，比较难知道说到底酒精中毒是什么样子。我之前有遇过外国朋友，真的，我觉得他就是酒精中毒，每天都在喝酒，而且一早起来就开始喝酒，那个真的就是，好，觉得就是酒精中毒了。好，然后所以他们戒酒这种有那种戒酒协匿名戒酒协会，好，那还有那种他们你会发现看电视电影就是。这些戒酒人，他连一口都不能喝，他只要开始喝一杯，好就完了，就一直喝下去。所以他们很多，你就说，哎，你戒酒，那你喝个一小杯不行，好，他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就是完全都不喝酒。好，我们再看一次，然后看单字，Tom Holland 的，哦，对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呢，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啊，就是你看这个影片，你就看听过，可能就是好，明天就忘了，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从当中得到？就是你必须要主动一点去做一些事情。好，比方说，我等一下念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念，然后单词等一下再讲。好，Tom Holland, the British actor best known for playing Spider-Man, has opened up about his battles with sobriety. Speaking to the On Purpose with Jay Shetty podcast, the actor, 27, said that quitting alcohol was the best thing I've ever done after he'd been scared. By realizing the extent of his dependence, I'm happy to say it. I was definitely addicted to alcohol. I'm not shying away from that at all. 啊，说我搭车的时候、坐捷运的时候看，人家你就是还是念出来，就你声音不要出来这样子啊。但是你多念一定会有差，因为口语这种东西呢，你念一遍、跟念10遍、跟念5遍、跟常常念或从来都不念，那个就会差很多。好。啊，来，我们看一下片语跟单字。那片语跟单字也是一样，你这边看了我讲了你就忘记，可是你只要自己能够去造一个句子，好，你的印象就很深刻。你不用每个句子造，但是你觉得你比较想记得，哦，open up，好，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谁 open up to 谁这样子，类似，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句子去造。好，open up to someone，open up about，然后你知道 ChatGPT，你可以问他你的句子造的对不对？好，Number Two，battle 就是战争。好，sobriety 是名词，清醒表示没有喝醉的。那形容词更常听到就是 sober。好，podcast，alcohol 就是酒精。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觉得 wine 是酒，不对，wine 是酒的代称，不是 wine 是葡萄酒。我们要讲整个酒的话，我们会讲 alcohol 这个字。然后有人就觉得它不是酒精，对，它有酒精的意思。好，沉迷于喝酒的人，我们叫做 alcoholic。好，alcoholic 就是名词，形容词是喝很多酒的，那名词就是酗酒的人。好，只要你有看影集，你常常会看到这个字叫做 booze。好，booze 是比较非正式的，我们讲酒。好，boozy 的话就是暴饮很多酒啊，过年啊，狂欢的时候。好，extent 就是程度跟范围。好，dependence 是依赖，有没有？depend on DEPND 是动词啊，这边是它的名词，对什么什么依赖。好，那你假设其他都不要记的话，你记这个 be addicted to，好，对什么什么上瘾。啊，比方说，I'm addicted to social media，我对那个社交媒体上，你自己造一两个句子，你就会记住了。而且这个片语，好，它需要 be 动词，很多人会讲 I addicted to，不会，英文不会这样讲。好，I'm addicted to。好，shy away from something 就是害怕退缩，shy 不是害羞的嘛，这边是它当动词哦。好，就是害怕退缩，不想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好，definitely 是一个副词。不用怀疑的，毫无疑问的。好的，今天非常简短的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帮杰西按个赞。杰西有脸书、部落格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我们下次见了，拜拜。